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เทียนชาฉันรู้สึกว่าฉันชอบที่นี่ฉันจะไม่ชิดตรงไหนค่ะสวัสดีค่ะดาวแมนกุโร่嗨这是 Vicky Hi Hello 这次就是跟他一起来泰国啊所以呢两个女生在曼谷有些什么好玩的呢可能大部分都是逛街吧还有吃东西然后就做 massage 跟 spa 这应该都是大家来到曼谷最喜欢做的几件事情来到泰国机场之后呢，其实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换一个 SIM card， 因为在泰国本地呢，他们的 SIM card 就很便宜啊，其实只要299的泰铢就可以有一个七天的一个，就是一个手机电话卡，然后好像有1.5天，所以还蛮方便的。就换算成港币的话，也就好像才30多吧。换完一个电话卡以后呢，上面就会有。我的电话号码哦，还有你自己本来的 SIM 卡就会贴在里面。其实机场出来以后，外面你看到就非常多的这些卖电话卡的店啊，还有一些外币的交换店。所以呢，电话卡我刚刚其实也就随便找一家而已，看到比较多人排的地方就去那里买。换钱的话呢，朋友说要去那个紫色的银行，可能汇率会比较好一点。我现在大家看到了，这里换港币的话是0.41。所以还是蛮低的。好，这是我这次住的酒店，叫做松涛泰。对呀，昨天给我们来了松口泰，松口泰。那第一天的晚上呢，就来到一个意大利的餐厅，叫 Zanotti。气势都露出来。是，这边有一些流星的。你食得好开心。好可能啊，好唔好食啊？好大的一个披萨，就这样吃完了。这家东西真的好好吃哦，是意大利的。好好吃哦，它是它上面的皮是脆脆的，然后咬下去的时候，整个汤里面没有糊口，就有一点点黑，可是它捏肉在一起就好松软的感觉，好像在做美食节目。我要给这家餐厅评一个分，我来试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就是还不错，没有本来想形容好一点，不过我觉得好像刚刚那个猪还有之前的披萨真的太出色了，所以就这个也很香啊，有龙虾的味道哦，因为它是龙虾面。看旁边桌上别人呢，就点这一份，是很特别的一个 dessert， 对不对？就问他说，哎，这什么啊？哦，那还吃提拉米苏？好啊，那我就点喽。那提拉米苏上来以后呢，转身我们看一看，他说有一个马在上面的提拉米苏。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哎，那这是什么啊？他说，哦，原来是素的，这是一个炸的一个意大利粉而已。所以要好好试一下这两个，看看这一次有多好吃。因为我觉得里面的那个蛋糕有点不够软，这个好吃，果然他们送的这个炸的意大利粉最好吃。吃饭的地方实在吃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很饱，然后要稍微运动一下。加油！
晨早晨，给你们分享一个我平时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快速的化一个什么样的妆。那我带的化妆品都很简单，防晒的打底啊，出门旅行所以带的东西都会小小只，CC cream， 这个 CC cream 里面也有防晒，而且擦完以后整个皮肤会变得比较亮，所以我超爱用这支。稍微遮一下我的黑眼圈啊，虽然这个 camera 很亮，我还是有动。要推荐，我觉得它最好用了，因为它就是化妆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啊！你看点的时候怎么点？一、二、三，然后有一个打斜的位置，连着一个微笑苹果肌，像这样把它们推开，你的胭脂就好像会在笑哦。往上擦，有一点点感觉就好了，也不会很奇怪。今天我的造型就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嘿，耶，出门了。刚刚本来说要戴帽子的，可是决定了穿这个鞋，所以呢，这还是不戴帽子了。好吧，出发了。那这么多花，你猜猜到我在哪里？好爱这个地方，可爱呀！
糕，好可爱，好可爱！你看这个有多长？我想看一下价钱。这打算把它抱上飞机拿回家了，已经。Do you have discount? 5%。3350的话，就是800多。对，800多港币，好贵，可是好可爱哦！那你看 ，Oh my god， 这是睡觉的帽子哎，它这里有东西比香港还要多，黄色的枕头也有，喜欢黄色的小鸡鸡的朋友们，超级可爱的，完蛋，我想把整个 section 都搬回家。拖鞋，我给你们看一个超可爱的拖鞋。我踩的就在家里，你可能会被自己笑死吧？给你自己家里面的热裤买一个穿的衣服。其实我去到日本的时候也是这样，要穿掉了。是那个百十几斤的呀，好了，不能再看了，我去买单。到晚餐时间 ，Hello， 这是 Nina。Do you remember me？ 对，如果大家有看过我的那个 BO 全的片子里面，其实呢 ，Nina 那个时候就是在泰国的一个美容的一个博主，然后她也是跟我一起去了法国的那个 trip。就是咖喱蟹，但是去了壳的，超级夸张哎！它整碟都是蟹肉。好好吃啊！因为事发明天呢，我要去这个茶都茶，所以有妮娜在这里，我赶快问一问，如果还价的时候该怎么说 ？Noi，Noi， 带没卡？啊，带没卡？带没卡？带没卡？嗯 ，discount， lot。Price is 拉卡，拉卡 ，not 拉卡 ，not 拉卡，嗯 ，not 拉卡，哦，对 ，this is easy， 拉拉卡 ，not 拉卡 is like price discount。Yeah， I will watch the replay。Yeah， you have memorized the word. How do you say tomorrow？ 谢谢 Lina 咯。Okay， bye。拜拜，他下期就会来香港，我在香港再见他。